老狼给马上为大家邀请这一位呢，非常棒。那台我们的歌台呢，观赏歌台的很多大哥大姐都对他非常非常的有这个好的口碑。嗯，那这个舞台上呢，非常有这个丰富经验的他，我们这时候来掌声欢迎这位幸福的小女人。好，我们来掌声欢迎黄秀萍。你的声音更亮嘞，是吗？我好像觉得我的声音冰冻了，冰冻了吗？哎，可是好玩吗？会很冷，太冷了，太冷。嗯，对，他刚刚昨天带团，刚刚回来去哈尔滨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哇，很棒。你们听啊，他用，我小心按着我，你用，他牙膏破皮拿出来，也破掉了。那哎，我们在跟我讲，我小时候啊，那个导游有跟我讲，我去北京没有去哈尔滨，他跟我讲说，你去哈尔滨冬天的时候，那个。有人小便啊，直接出来就变冰了，是真的假的？哎，是真的，真的吗？因为你怎么知道你在外面小便？奇怪，啊，秀萍啊，听到哈尔滨就会过来打气。那个矿泉水啊，他们放在巴士不到一个小时结冰了，结冰了，真的、啊。我还以为陈哲是不是乱乱在路边小便？啊，那也太结冰了，也难养。不可以，等下他那边冰冻啊，假的，你还要生儿子，我忘记了。好了，秀萍的歌曲很多，那现在呢，在讲滴滴哈，阿妈来听秀嘛，秀萍的歌曲。哎呦，那讲话有桃花桃花味，啊，吃滴滴靠对有妈咪，阿你好不？阿今嘛来好好看，秀萍的拜拜什么歌曲啊？什么歌？什么歌？好，第一首。第一首带给大家中文歌曲《轻快的》，潇洒走一回。哇哦，由秀萍来唱出，那一定有不同的风格，非常经典的一首歌。是，我们来欣赏我们这个。哎，忘记跟大家讲，你们知道歌台新力量吗？啊，大八道我一直是你的，我说你是。哎，太小了，我那时候都不知道我大八道，看不出，看不出。伊大八道就搞你按搞哎哟，八道不会多是不个搞哎。每年歌台新力量我要来了。好，所以我们期待啦，我们来欣赏这首《潇洒》。走一回，比利，送给大家三分钟时间，谢谢。哇，第一次跟我们的大方大乐队，好期待。
首经典老歌《潇洒走一回》送给你们，也希望你们会喜欢。那。